碾碎他们。哎，我带错技能了。哦，没带错，没带错，没带错，刚好。获得100个海克斯碎片后，就可以升级基础技能。小兵野怪获得1个，大型小兵获得5个，参与击杀英雄获得25个。一旦3个基础技能都得到了提升，那么混乱风暴就会自动升级。可以啊，牛逼！舍弃掉这身臭皮囊，先学个抠吧。打个眼儿，炸！点相位猛冲，相位猛冲呢？哎，猛冲 ！Q， 炸！收兵。Q， 炸！那能让你吃到兵吗？滋啦 Q， 炸！滋啦！补兵啊！别人没补到兵，我们没补到兵，相当于我们没亏。但是他掉血了，相当于他亏了。定住滋啦 Q， 吃药接炸。为什么他这波能走得掉啊？真猥琐呀，这是滋啦，可不好杀呀。这鱼跑开起来闪现走，那两个虚空生物要杀我定点。难呐、我是第一个现身者。先来个法力值。敢在这儿回城？为啥不敢啊？有啥不敢的？他又没罩着我，他怎么能知道我在没在这儿？回就回了呗，没有关系。出什么收割者？精神病吧？出炉灯啊！补刀咋的了？那不完压他两刀呢吗？这补刀，你为什么老看补刀呢？虽然我们补刀他能进化，但是补刀的进化补100个兵才进化1个技能，这有什么好着急的？我们不如去杀人。打个眼升个两级翼，这小子刚交传送 Q 炸滋啦，走位点点 Q 炸滋啦，能回血这玩意儿挺烦。 Q 炸走位滋啦点，你也向位猛冲啊，也摁错了。哎，怎么把饼干给吃了？我想那啥来着，我想换个位置。滋啦
抠。这滋啦抠这走位定滋啦点抠这再点靠点不死那我吃你塔皮气死我了去你妹的了回家了不值钱来个皮海跑得快呀皮海买不了那算了吧电焊工前期补刀难受啊我觉得他补刀比以前好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是好补了的啊可能是因为我的多拦截滋啦都炸我的车滋啦抠走呗这插个眼儿滋啦抠滋啦真猥琐呀心不好杀呀喂我的炮车起跑开起来扣给大炸走位定资啦插眼儿抠滋啦街炸你大爷的你还他妈回来学个滋啦抠炸滋啦定点点可以还在回血呢漂亮现在电焊工不能像以前那么玩了有冰拳又这又那的只能这出 AP 的了起飞喽走呗定扣咋子啦拜拜走呗哎闪现哎闪现靠我摁了手慢了兄弟们降落了哎呀来个皮海吧
往人家塔下走，那他堵住我了，背着了。没事，我们继续过来杀他。来来来来来，这大虫子已经没了，先收波兵啊！定住 Q 炸给大，先收波兵。这还傻什么呀？哎，杀俺们家阿木木！哎，滋啦 ！Q 炸，闪现，人呢？人，滋啦 ！Q。算了，收兵呢？哎，这波算是一波什么呢？算是一波因祸得福，我跟你们说，哎，升个 Q， 我们无敌了。升完 Q， 这已经无敌了。滋啦 ，Q， 炸，定点，滋啦。疾跑开起来，炸点点滋啦，点定大 Q 炸走位，点点滋啦死了 Q 走。这电焊工现在越来越人性化了啊，那大招自己追人都不用我手动调，回家出完这个我们可无敌了，出完这个再出这个，这小巫妖一出把这一卖，哎呀，我们无敌了。给个蓝 buff 吧兄弟，我缺点蓝。哎，给个蓝 buff。 哎，下路可以杀呀，走走走走走，去下路杀人，可以。炸，滋啦！看看有没有红啊？没有红，咱们来波中路。瞅一眼这天使的呢，好，直接给大滋啦 Q 炸定，追他来，滋啦 Q，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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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哼，看好了啊，就这么点血啊，我就杀了大虫子。呀，他跑了，小老弟。跑了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走回家，巫妖1400，闪现一口，他闪现时间我都记着的，他这波没闪。定 Q 死了，
哎呀！我就差四个兵就升级了。波兰剑还得给卖了，哎呀，有点烦呐，这中路怎么没了啊？什么意思啊？等会儿啊，我们出门来。哎呦我操！我看看了，我看怎么回事了？我看怎么回事？来，我人呢？我看谁？拆到我们家来了都，谁？谁敢这么拆？呀，把俺们家的红给我逮住！看看哪里有人。哎呀，就这天使，我疾跑开起来 ，Q 大只拉接炸掉 ，Q 闪现 Q 滋拉螳螂给我杀。在这边呢，定滋了，峡谷先锋打了，滋了，这小黄毛咋这么幼呢？这什么装备啊？穿敌者，滋了，滋了，扣炸。真疼啊，这电焊钩哪人啊？说小黄毛为什么在这里这么放肆呢？定扣炸滋了，点走了，扣炸滋了，扣炸，可以兄弟。滋啦扣，吹一波扣，回刚，有个红，太猛了，电焊钩！马赫全开！收个蛤蟆吧。现在的电焊工相当于比以前能少3000块钱，就是这个粗装。我看看啊，这小黄毛，小黄毛，嗯，扣炸滋了，啊定扣炸，啊！可恶，可恶的小黄毛！哦，法克优啊，来个法穿棒吧，我们美甲的雀魂卷。这招叫做 buff 转移术。兄弟们，别的不说，这个小黄毛今天必须得死。走过来支援一波啊！疾跑开起来 ，Q 炸大招给上，滋拉接点 ，Q
噔噔噔噔。这招就叫 buff 转移术。我可老狠了，我感觉我一个能打他们家五个。滋啦！我不吹牛逼，我真的感觉我能一个打他们家五个。等我大的啊！等个闪现可以啊，滋啦，点个赞，来来来，小黄毛，Q 炸定，走位，滋啦 ，Q 炸，走位，闪现给大 Q， 滋啦，接炸。W 进入 Q 炸，我们虽然死了，但这波吧没办法。这个小黄毛在我面前太装逼，我得杀他。我要是不杀这个小黄毛，我们这波还能走。但是这口气我必须得给他出了，我就不能不出这口气。就你也想一v五？我说实话，我一个打五个真不成问题。我刚才有双招的，有也不用有双招，就有闪现的情况下，他们谁追谁死。因为对面没有硬控，你们发现没有？像这种没有硬控的这种对局啊，维克托就没有人能粘得住。我们这个移动速度，他根本他就追不上。我还真就不吹牛逼，我一打五还真没有问题。刚才就是为了出气。我们死了。如果你非得要看一波一打五，我这波给你来一波，行吧？咱也不出气了，先打个蓝，再打个红，给个蓝。可以，小黄毛不用了，我自己有蓝了啊，这个红我要了。来，给你们来一波一 v 五，看好啊！但是这波没大呀，没大伤害会稍微差点意思。来，机跑开起来，滋啦 Q 炸，这鱿鱼怎么回事？我点死他！滋啦 Q， 滋啦，扫描 Q 炸，好舔定 ，Q 炸滋啦！你瞅我那移动速度吧，你瞅我，我像个鬼一样，我的跑的。滋啦！滋啦！接给大 Q！ 滋啦 Q 炸！这螳螂给我飞下来吧 ！Q 滋啦接炸 ！Q 炸滋啦 ！Q 小兵。炸点
撕了，哎，拿下。这虚区，这跑位，哎，我这维克托。